什么？来给您介绍一下规则吧。哇，好可怕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好，是这样，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规则，就选择在合唱曲目当中您想对上的一首，以及您不想对上的一首，然后我们填上。就是说我自己的那首。对，就是。其实无所谓啊。我真的我会弃权吗？我真的无所谓，因为说实话，哪一队不强，哪一队不是好的歌手，所以其实我们对哪一队都。我是觉得 OK 的，我们也不差。噔噔噔，不想对 Coco 再怎么说，还是从女队，就是卧底去的。就想起跟谁 PK 是吧？我其实都谁都可以 ，anyone anybody 。那王菲吧，我老朋友，跟她《梦中人》这歌我很喜欢，《梦中人》最不希望遇到独唱歌曲，没有不希望呀，都行，没有，因为这样显得我比较厉害啊，写一个吧，给倩文老师啊，《凭着爱》，都没怎么听过这个。因为千万老师是我的前辈嘛，万一不小心把人赢了都不好，没有开玩笑啊，凭着爱。那为什么不选单依纯老师？我怕给他压力嘛，因为他毕竟年龄小嘛，我比他妈还大呢，年龄啊。就是我之前两局比赛，一场是对到了克勤哥，一场是对到了 Lam 哥和那个Mike， 我都输了。我输不起了，我想赢一下嘛，然后我又想Coco姐是吧？那我就选半点心。爱情陷阱呢？我怕真的是一个陷阱。Lam 哥在那边，他肯定出大招的。不想碰到我老公。别的都可以，无所谓。我们还要回家面对大家 ，you know 我们还要生活呀 ，you know 最好工作能够分开小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一点点。最不想的就是有胡子的那个。我不想再对着那个叶倩文了，因为我上一次也是对着他，一定要给老婆赢了，那这个不行。你们会不会故意反过来，就是说我们不要，就给我们那个？一定要选吗？我就排除一个，然后其他三个点兵点将里面。点兵点将点的那个就是我的大兵。别动，你们就转到这边来就行，定住。可观性是非常高的，因为李老师一个是有情歌，其实也无所谓了，就是你非得问，一共就三首，你让选出两首，其实每一首都可以，因为我们现在也没看过对方的表演，不知道具体能够呈现是什么样，而且，就把自己的作品演好呗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老师，感觉您今天心情很好耶。早上跳了健美操。